全部四圈全部的牌都超烂，烂到不行。他说他打条子就一直进条子，打什么进什么。对，他现在今天命好。太熬了。对，我来把三案卡，我要一次比的话，他就放了。真的，17700的奖金，好不好？你终于熬过了。熬过了。来，熬不过这一关没有用啊。可以，来。可以，来，再，手不要再抖了。七，来，四。OK 哦，他这一次比较没有抖了，跟上一集不一样。七四。那上一集走一走，很紧张。对，摆脱刚刚的厌世牌。对对对。现在没有那个字花牌都会很好。啊对。庄家捞底，别的字还能猜是能吃。可吃可碰。好的，决战北方北17700的奖金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大狗的牌。来，来，不要再厌世了，来。塔林。塔林。塔林，来，塔口请出菜。那你们都可以看，不要出声音就好了。这样为什么两下你要选择先看他了？我都会先看这边的，看一下。打八饼，我给你五饼。不要。看不清端倪。二饼。哎，八万。你应该不要吧？看，四饼，吃到了。九条，你应该不要吧？五万。九条，哇！抓牌啊，等什么？九万，厌世吗？不会，来，听牌要告诉我。好。一张、两张、三张，我就自摸了。来吧。每把都是这样。恭喜你，你是该这样做了，你该这样做了，解了我们的恨啊！不是，这样人间会不会不够？我就是哦 ，OK， 是不是？还倒下了，来吧。他还没听呢，大哥，您太会打。看到没有？谁会猜九条队？对，这是他柿饼打错了，他不应该让你吃。没有啊，他是猜错柿饼。还要继续聊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